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飞白。最近几天关于勇敢牛牛的梗特别火，你应该经常在抖音刷到这样的视频。勇敢牛牛不怕困难，世俗总要男人无惧无畏。这个魔性的表情包和牛魔简直是完美搭配。为什么这个梗突然就火了呢？其实起因是这样的，这张图本身是一个牛头的表情，加上熊猫人的身体组合在一起的表情包。起初是一位网友分享了自己和朋友的聊天对话，其中朋友就给他发了一张勇敢牛牛的表情包，然后又以雷霆般的气势喊出了八个大字：勇敢牛牛不怕困难。由于这句口号配上表情包变得极其魔性，因此被各路网友翻拍。而在王者荣耀中刚好有牛魔与之呼应，于是出现了大量牛魔玩家模仿这个梗，都在呼吁牛魔要勇敢，要不怕困难。配上这位网友魔性的语音，顿时就让勇敢牛牛爆火。然后还出现了勇敢牛牛的变形版本，比如勇敢星星不怕反甲，勇敢白白不怕刮痧等等。看来万能的网友真的是非常会玩。小伙伴们有刷到勇敢牛牛的梗吗？我是李飞白，记得点击订阅按钮，可以收到我的最新视频。